好，我是玉芬。沉淀一年赴美游学的李玉芬推出全新单曲《相信你》，请到音乐机会认识曾获格莱美奖的金牌制作人 Jeff 来打造。这次跟音乐制作人 Jeff 合作，就觉得他人非常的好，让我觉得是哇，一个音乐制作人其实他不只要照顾他的音乐以外，他也要照顾艺人的心情、艺人的经纪人，就是叭叭叭叭，他是都很 take care 大家。Like me to show you the studio. Okay. You're gonna be in? All right. We're working on your track now, and we have Miranda, the songwriter here, who wrote the song. One, two, three, yeah. Yeah.听了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开始对这首歌有一些感觉之后，我就首次就写了歌词。那我的故事其实刚好，我觉得我也经历过了一段时间，所以才累积下来有这些想法。这些风风雨雨也都是自己走过来的，然后那些你受伤的地方就会成为你最强壮的地方。所以我觉得相信你是很重要，是你相信自己能做得到就会做得到。将自己这一年的心情写进歌里，并请来担任过小甜甜布兰妮、希琳娜的声乐老师上课，教李玉芬发声练习。我一开始也很好奇他怎么教我，因为我毕竟不是唱英文歌，我是唱中文歌嘛，所以但后来其实他教了我很多用身体的状态去做练习，然后我就觉得蛮受用的，录得很顺利。因为我自己写完之后去录音，我好像不到3个小时就录完了。另外，李玉芬也换上泳装拍摄封面，利用水和光影化身成性感女神，展现姣好身材。这次拍摄专辑封面照，其实有一个概念是水。很多人觉得水跟温柔这个东西是很，其实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所以是要展现这种有自信，然后有女性魅力的一个主题。拍摄封面都是湿头发，觉得很符合就是水这个概念，主要还是希望可以透过身体的一些线条啊，然后一些女性的一些肢体来展现那个自信的力量，突破自己，勇敢发声。全新单曲《相信你》，希望能让粉丝看见不一样的李玉芬。环球乐创雪报道。